对啊，好扯哦，他也是中锋对不对？那一只也是中锋吧？他中锋啊，他力量没有我高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们刚刚都在跟小瑞瑞、小白他们打三排，但是有卡位的，但是没有卡位具，撞好几场，也有啊，不知道也有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摇错了，他力量八，我力量多少？我力量十、欸，你四十。我力量十，他力量八，我还推出他。还是他有卡位的天赋啊？他有什么？卡位天赋我也点满了，我也有啊。那我不知道，我想说你那只被他很。可以把我往前推，我有个天赋叫做把人家往前推，他可以把我往前推。好猛！好奇怪，我还他妈为了他刚刚去买了大饼的那个钱。哈哈哈哈哈！被他推到我不爽，去买就怪怪的。对。哎、欸，我们很晒哎、欸，我们下午都是手抢啊，好晒啊、喔！哦，他是小绝号志啊，我觉得不是小哭，是怎么念？那是哭吗？抽吧，自己算了，那个你有两百成语，好像是哭哎、欸，啊，是小哭啊，靠腰，我一直以为是挖掘机的掘，看错了，原来是小哭号志啊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聊天室我念错那么多次，你们都没有人纠正我，你们是不是也跟我念的一样？我就是抽抽上去，黄赖你就两百抽完自己穿越。哎、欸，我黄赖，我有去抽、欸，哎，没抽到，我已经一百抽了，干，我把我的钻石全部都砸下去了。这么穷、喔？啊，我想说，感觉打得分的有。反正玩不了多久。不见得啦，还是要看的。那个退去斯凯板抢的不错哎，有了啦，开扁。好，都知道你在说谁，哦，那就好了。你快点去帮他，快点去帮他，帮了手下。对对，我们一人一边。左右很好帮。哎、欸，他没盖到 ，you have， 是踩都踩得到啦，但是真的冒不下来。哎呦，可以啊！我想玩黑女吧，会啊。应该，不香哎，怕没死。跳错了。直接不理他。哎，可以。哈哈。能不能女啊？被盖了。他没有跳第一拍。用了一个蛮烂的招式。OK， 我右。不要瞎跳。瞎跳了，不过他也没突破技。抢不赢啊，真的。没事。哇靠！哇，他们这个挡拆打得不错哎，还要卡到人。我五十抽中黄赖，不过他们的防守没这么好，所以你们内线应该都蛮有机会可以打。好啊，给高冷玩一下。但系统不给你玩。哎、欸，真的耶，他把你推着走耶，哎呦，有天赋了，这是90%的日向吗？他真的把你推着走耶，好猛哦、喔，小哭这么强哦、喔，看来。高冷，你要练一下那一只哎、欸，阿爸，你大屏被抢走，你就没角色了。看起来他很能推、欸，哇！干啥？有点东西耶、欸、啊！我是跟踪他。哇，看，即可反哎！哎，其实是，哈哈，干。是不是有很多很好用的角色，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？看起来客家养小哭不错啊。有，他进步了。哦呦，他这场很 carry， 要不是他们射手很铁，这场很难讲哎、欸。真的，那个深山已经丢十颗了吧？那只有进一颗哎。他火神也不会来抢吧？啊，二十了，还好。哇靠！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屁啦！
有他进了，他九颗篮板只有六分而已，其实很赚。哈哈，看，真的，给你打两分 ，OK， 好球好球，我等有光再打。难怪这场这么安静，大屏那边鬼吼鬼叫。哦，因为没有板啊 ，get， 屁啦！哎呀，完了，干这么猛的吗？第一次被推成这样哎，真的哎，哎，我来了，射手有板了，我帮你抢一颗，老三井开光。哇，他还有一个大，小哭，那一颗是那只念哭，刚查了一下，有咯，我的日向已经90%了，基本就是全部的招都看。好啊，只要他一推我，不是我去给他推。你们如果要跳，就来这抢吧，不用来。哇，日向顺平，老三井，哇，刚好被你的尸体卡住，对，没事，他这场已经算很衰的了，他出手次数应该比我多蛮多次的，但他丢不进，我有花700点去买那个永不言弃，好像真的有差。冒了，有喽。啊，这怎么盖？范围不足，感觉太远了。打算去买那个空战。哎，他有送一颗特质，你们知道吗？哇，这个蛮骗的，这接球速投动作蛮真的。对到之后连他都没有抢。我说你的大被他推走啊。干真的很扯，他很会推欸，很少看到你板这么劣势欸，这么痛苦。对，我会打他这样子把我推不怪小了。看这个十一板好像有点东西欸，我看一下他的。这潜能130。你说对方哦？那个三分的叫什么？不太会记名字。他那么高还会记？对方只有61而已，高人应该比较高。潜能比较高啊，他力量比较低啊，他只是装两颗大潜，所以不用高。哦，他装那个两颗大特质，干好三排吗？这个真的有点猛。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子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以及直播喽。